大家好，我是愤怒的调音师。很多做直播的同学经常问我，只有一块声卡，但是想多个平台直播怎么办啊？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毕竟多个平台一起捞钱，很快就发达了。那怎么弄呢？很简单，用一台耳放加多个 ADR 直播转换器就可以了。耳放就是耳机放大器的意思，这里的作用是把声卡的信号一分为几，然后分别送到多个直播转换器上面，转换器连接到手机就能把声音直播出去了，这样子就可以多台手机多个平台直播了。具体的连接方法是这样的，用 3.5 的音频线把声卡的耳机输出连接到耳放的输入接口，把声卡的信号送给耳放，这里都是耳放的输出接口。现在只要用 3.5 的音频线把这些输出接口连接到 ADR 的 aux in 就可以了，然后 ADR 连接到手机，这样子就可以多台手机直播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嘞？而且耳放和直播转换器楼主都有卖哦，淘宝搜索愤怒的调音师，对，就是这一家，写着愤怒的调音师的店哦。楼主已经为你准备了性价比最高最专业的录音直播设备，谢谢支持。你说这里将会